正常的。那无咁简单。你这三岁讲这句话，害我两家煞气，你真正无下面。阿四，你根本就是老娘讲我无，原来就是你，用你的一句话害我阿妈母如今变成安尼死掉。你慢走，老妹，走起来。你这个三岁，哈，三岁哪会讲话是？回来，等，你慢慢这下生气的，你哪足生气？你讲我这样听无？我问你的。你到底是你谁人？你那么漂亮，你哪姨？阿姨，阿姨，我是看到他怎么比你更老呢？我姨母，哈？啊，你骑那种伊的单车无？对，我坐的单车。那单车蛮好卖的。道的技术都较歹啊。啊，你今仔日技术水呢？太有啦！这张是你写中文的建议啊。你想哪来脾气错啦？你是安怎？我问你，叫什么名？刚上好，刚上好，哈！你敢知影？因为你的一句话，讲个偷听音，害阮阿爷倒来害我，那安尼子，敢惹得了我？那安尼子，搁害我跳断崖，害我险险啊当猫咪啊！听我讲，错的，哈哈！你另外想的一点，你听我讲。是我唔对嘞，迄是你人，都无位头，都袂听我讲我相信。我阿公我阿嫂传回来嘞，你看你讲话我都听着。我阿公我阿嫂偷听呀，事实我阿嫂真正偷听。你个傻个贪官！是不是有计谋啦？哇，迄是想你。大哥，弟弟在这啊，弟弟就是阮某。阿嫂，你先莫遐生气，敢好？你先听我讲，我若看见你无做乖哦，到底讲的是真啊假啊？哈！阿哥，是啦，这是误会啊，未好解释，未好解释，对，哈，我就爱你忍受，你为未好解释，来，让你。因为阮阿臭味人讲话，听唔着。